近日，胡可带着宝贝儿子现身机场，只见安吉穿着一身运动服，头上反戴鸭舌帽，俏皮又可爱。胡可则一身简单的蓝色衬衫加黑色运动裤，和儿子一样戴着鸭舌帽，一黑一白，默契十足。不过已经进入秋季，天气开始转凉，安吉还是穿着短裤，却让小编看起来有丝丝凉意呢。不过安吉可是在机场瞬间化身小男子汉，一路独自推着重重的行李车，车上摆放着两大箱行李，还有妈妈的手提袋，而妈妈胡可则在一旁看护儿子，防止摔倒。安吉一路狂奔，有时连妈妈都追赶不上，看着起劲的样子，真是男友力 max。